法选择了稳扎稳打啊，打宠物一点一点飞啊。哇，但是下方选手的功能非常的凶悍啊，直接击飞了上方的一只宠物。转了属性，难道是要打人物吗？直接破光了守护功能。哇，再次击飞，而且飞的是上方功能的忠犬宠，可以说这个双方功能的博弈啊，现在已经正式展开，非常惨烈。多弹攻击破，直接打功能吗？是否要激活功能？哇，这一波是下方修士的宠物再次击飞上方的宠物，双方打得非常的惨烈啊，毕竟这是今天的决赛。那目前情况来说，对于闲得无比蛋疼的小伙伴来说稍微有一点不妙啊。好，再次击杀了对方一只宠物，但是呢上方选手啊一般都只是击杀没有击飞啊，而下方选手遇到这种情况只要复活宠物就 OK 了，我都不需要换宠啊。但是下方还是换了一波宠啊，但是下方的这个宠物很有针对性的这个点杀你的宠物，这也给上方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啊。现在对场上局面来说，上方也只是能把下方的宠物击杀，而下方是会屡屡击飞上方的宠物。功能再次出手，这波功能没有获得什么斩获。啊，哇！